甜心老师，你的股票今天又差一点点要亮灯涨停板了耶！想了解是谁吗？当然喽，看节目喽。欢迎投资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花。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标股女神刘云熙、刘副总、刘老师。甜心老师好，品花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5月9号星期二咯，股市开盘前钱从天上掉下来股票就是标股，就是一档接一档，让你获利无法挡。长辈股女神吼，这个标股的代言人给您的股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，就是一档接一档。我的老天儿，怎么可以这么的好赚呢？你光看哦，今天盘没什么涨哦，好像没大涨，今天没大涨哦。我们的黄金宇昨天是亮灯涨停板，今天差一点点又要亮灯攻上了涨停板。我们的老朋友JPP 这档股票也好飙哦，飙不停涨不停的股票都在我们家，欢迎好朋友，就是大赚小赚通通都是赚啦。感谢甜心，赞叹甜心啊，天天都这样开盘很舒服哦。当然舒服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股票完全是跟大盘脱钩的。喂老师，我今天又背后快要涨停板，是啊，叫醒了，差一点点，是的，差一厘米，哇，就差一点点而已，好开心哦，继续大赚的啦。啊，这几天哈，就像上个礼拜我一直讲哈，那个遇水则发。上礼拜看新闻，是不是觉得感觉这礼拜都要下雨？哎，对呀，人说梅雨季要到喽。所以就有会员在上礼拜说，老师下礼拜下雨要带雨具哦。我说好，好，好，最好。为什么？我最喜欢下雨天。水后就是财，对，水就是财，你一定要让水后流来流去，没错。有没有看到遇水则发？遇水则发，有的。哇，我们的黄金雨就连下两天了耶！哎呀，好开心哦！再次恭喜啊！大家越赚越多了啦！这种感觉就是舒服。当然，我说过后，不管你是我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我都会想尽办法帮大家赚钱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常讲你一档股票要有延续性嘛。为什么市场上叫我长辈股代言人？为什么全市场后只要想说做长辈股就想到我？一定要的。你看我们老朋友 JPP， 嘿娜有没有强？强到没有朋友了啦！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好恐怖哦！怎么可以这么的好赚呢、啊？朋友就是老的好，对，酒还是老陈的香。我们买60出头一点点，一咪咪，今天141.5块钱，这个波段125个百分点。125个百分点哦，你这样听没感觉？对，我问你，我算给你听，好好好，你100万买这档股票，100万的资金不理他，就放进去以后，每天听老师节目就好，每天跟老师赖就好，看要去吃哪里下午茶，看美美的画面，听老师的声音啊。今天哦，九九拿来看，哇，我100万变成225万了，有 feel 了，再次感觉。哎呦，大赚特赚了啦！怎么这么舒服？好好赚呢！买到旺季呢，买到旺季的感觉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！我说过我在你身边，对，我要大家后可以感受到我们那种动作不要很多，真的不要太多。来，你来看，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股价在六字头？各位，你看到的 K 线是 JPP 的 K 线，没错。那 JPP 记不记得我在去年12月在这个位阶，你这样比照过来是多少？六开头，对，六字头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六开头。好，那我问大家好了，股价在六开头的时候，六字头，对，全市场，都在担心什么？来，全市场当时吼都在担心那个大盘呐、啊，是有没有看到大盘心情很不好？来，12月在这里在回落的耶，有看到吗？有、哦。你12月去年12月的大盘就是从高点到低点相差1500点，等于换句话说，12月跌了1500点。是的，12月跌了1500点，很多人已经吼。心情不知道要怎么讲了，已经是天上是灰色的。只有我对对公开操作，我说10年寒窗无人问，我说这档股票吼，你一定吼要慧眼识英雄，而且呢，我也告诉你吼，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10年寒窗无人问，好，当时来到了12月底，你看清楚，铁粉盘中报报，我还告诉铁粉吼，我说。你先看一下公司的未来跟获利。我知道整个十二月大盘跌了1500点，我的 JPP 没什么涨，是你就会觉得我报了一个月，到底该留还是该不留？该留还是该不留？我告诉
各位，在你最害怕最担心的时候，我直接告诉你当时去年前三季可以赚多少，我也告诉你算算整年可以赚多少。重点来了，十二月底我就算出2023年，他会赚多少？挑战7块，连本益比我都给各位。有铁粉通通出来赚正，不止会员赚正，铁粉通通赚正，通通来赚。好，又到了一月，对，好，到了一月，是不是 JPP 才往上跳一点？没错，往上跳一点，你看 K 线很清楚哦，才七字头，是才七字头。可是这个时候碰到一个重点，就是，哎呦。要封关了，哎、欸，被跪你啊，呢，被跪你以后，到底要爆股过年，还是要卖掉处理呢？还是要卖掉处理，卖关关、啊，反正是赚钱的嘛。可是很多人都说要卖股票呢，我就觉得很多人就是在股票里面明明小赚的，对，赚一点点就会想跑了，对，没错。可是你没有想过要大赚吗？当然想啊、哦！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哈。我认为动作真的不要太多，你要找的是有延续性的老师。那你看哦，去年在过年前，我铁粉的盘中报报我又发给各位了，当时是11月16号，当时的一月十六号，铁粉的盘中报报是不是又告诉你哇 ，JPP 非常好，我就先估营收给你，我也估一月它的营收可以多少，我写得很清楚，各位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一月十六号盘中给铁粉的，哎、欸，是盘中给铁粉的、哦。我换句话说，我说未来的上涨空间很大，换句话说，你需要在过年卖掉吗？完全不需要。那就报警处理啊，没有悬念。而且我节目当时在过年前，你甚至可以回去调，我的节目来听都有说。来，全国会员爆股过年，没有毫无悬念，真的、哦，一张不卖。哎、欸，老师就是怕大家在年前呢，很多人叫你卖股票，这么优质的股票你卖掉真的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铁粉包包里面不断的。告诉大家他的好，所以我说我愿意帮助大家，只要你有认真听我天天的节目、我希望你听节目不是不是后就是蜻蜓点水后、今天听一下隔五天听一下不是因为你会落掉很多的重点，没错。好，那你再看回 K 线，你有没有看到当时我过年叫你爆股过年、结果一开红盘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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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好可怕哦，直接立马直接鸣枪起跑往外冲了啦，一月大涨，二月大涨，三月大涨，四月继续涨，五月母亲节今天141，我的老天啊，老师从今年他都是一直涨，股价就是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位、整个波段飙出125%，不就又一档长辈股吗？是的，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老朋友老朋友、朋友就是老的好，你越早来是不是赚越多？当然啦，越早在我身边、你是不是越安心？当然，我常说后不管在任何的盘势，为什么要说不管在任何盘势，严格来讲、过年玩到现在，台股就是大的箱型震荡整理区间盘。是的，台股有大涨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完全没有大涨啊，完全没有大涨。来，我的老朋友赚不停 ，JPP 今天是不是冲高了？有的。新朋友啊，我讲金宇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金宇是不是一样赚？有的。哇，老师，你新朋友连拉两天哎、欸。是啊。可是反看台股这两天有涨吗？没有啊，啊不就是回落700点，反弹到这里大概500点。是的，重复一次哦，看盘回落700点，反弹到这里差不多500点，差不多500。那我是不是老朋友新朋友还是赚？一直赚啊。好，来，昨天我是不是叫你放听海？哎，有啊。前面第一句再唱一下。写信告诉我，好多人在问哦。好多人吗？真的吗？啊，对啊。不是在问平话五音不全这件事情。没有没有。写信告诉我，原来是一档股票哦。做股票就是要这种轻松啊！老师，写信告诉我，到底就是谁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是谁？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3071的血洗、啊，原来哦，我想说叫我唱听海做什么呢？原来就是他、上礼拜是不是一直讲谢谢谢谢？对呀、谢谢你感恩呐、来，是不是带你低档卡位相对低档？有的。哇，老师你30出头快，现在又快要40字头了耶。妈呀，老师，大盘有大涨吗？没有哎、就是因为盘没有什么涨哎、你的股票一直涨哎、所以我说这个盘事后对震荡，震荡盘另外一个说法，震荡盘出标股，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选股不选市，没错。重复一次，选股不选市。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早就跟各位预告，你在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会发觉你非常需要我。是当然啦，我
用大盘，用大盘比较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台股我说过了，你一定要看老师一整波的操作。嗯、我先不讲前面，我就讲后台股在四月、三月中这一段时间开始创高，很多人在讲万六万六万六。对呀，我是不是告诉你万六不是重点？没错，我不是、嗯、我告诉你万六不是重点，我还告诉你哦，你要太弱留强，你一定要去看手上的持股。我是在当时你心情很好，嗯哼，我告诉你要太弱留强，哎，是对呀，哎，那时候大盘还没有往下走的时候，哎，对啊，然后呢，在回落还回落的时候，嗯，对不对？在回落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握机会，机会要来了，当然，对不对？我要各位看的是，在回落的时候要把握机会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给你来一档一档的看，是不是标股一档一档的？有的，来九毫九条好汉，哇，九品芝麻官，续品，哇，训练有期待写的，对，训练是不是标出去？有的，对，再来呢，四七四一是不是带你连五拉五？乌啦，连五拉五 ，Bobby 连二拉二，有的 ，Bobby 连二拉二，六一大宇之家族是不是前面上一周已经拉出去了？乌啦，对，然后呢，上礼拜一直告诉你赶快来跟上我们的老朋友，是的，黄金鱼，那、啊、今天是不是连二？哎，又拉二。再次恭喜会员撸探撸贼啦，你会发现哎、欸，老师的操作就是这么蹦恰恰蹦恰恰，完全没有让大家脱拍，赚钱就是 on time， 就是要在那个节奏上面，是，所以亲爱的朋友来，我相信很多人在说老师你说现在很需要在你身边，没有错，我觉得不只是现在， always 以前现在未来都要在老师身边，所以我们的感恩月的旧感恩季的赚活动啊，可无不啦哇，真的是谢谢大家，真的是踊跃，是的，你不用写信来，老师直接真的是谢谢大家，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通通都一起来，一我最喜欢那种老朋友回来的，哇、哦、那种感觉就是舒服好啦，这么讲今天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价钱已经调涨了，真的、嗯、那你说要推专案的时间其实已经很短了，没错、哦、所以我今天特别应粉丝要求再加开最后一天，天哪、啊，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次了，是，这是 last 了哈，这个 final call 给大家了。来，五月是母亲节，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还记得去年的母亲节，同样是推出这样子的一个专案活动。感谢大家的热烈的回响，当然也欢迎所有呢回娘家，对，好、哦，你想要娘家真的是就贴心呢，是，好、哦，娘家最挺你了，最懂你了。五月的感恩月就刚片赚活动，不只要让你加倍赚、加倍幸福，还要让你加倍获利，在股市一定要在甜心身边。挖金邓来温馨逼，感恩月就刚片赚活动，广喜留给大家打电话喽。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电话拨通了没？这一次呢，专案活动是最后一次加码给大家 ，last 的 final call 咯，不一定给，不一出给的被邓矮哦，所以赶快哦 ，on time 再 call 大家，在邀约大家的时候，赶快跟邓来温馨 B， 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。赶紧回娘家，好，娘家还是最好的。想要有多一点的温暖，想要呢甜心老师多一点的保护，回娘家就对喽。就刚听的这样活动，最后一天来临做把握了。老师话说，您、给大家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、啊。金宇看到就开心哈、哦。金宇昨天涨停，今天差一点点亮灯涨停板，又连二拉二，突然感觉下雨怎么可以这么的开心？继续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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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缺水，对不对？继续下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么。再来，是老师，您的老朋友 JPP 在今年都让大家不断的赚，不断的赚、嗯，今天股价还在创新高。老师，这些都是老朋友，有没有新的呀？哦，当然，我要帮这个。新会员办好手续的好朋友当然有啊，会员通通都知道，我来预告好了啦。我说后不管任何的行情，你都要有正向观念，当然对不对？我说过后，你要满满的正能量，因为你在妍希身边。那妍希呢，一样不管任何的行情，我都会想办法帮你赚钱，一定的，还会想办法帮你趋吉避凶。为什么这样讲嘞？来，你看金宇后、这两天台股也没什么大涨，没有什么涨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然后上礼拜一直告诉你黄金宇，对，黄金宇啊，是不是？后来插秧的时候，都没有人要问来。
每次都是这样，插秧的时候都没有人要问。欸、可是我们插秧的时候都没有人要问，揪大家来呢。我们都有揪啊、哦，有、哦、有、哦。我说我操作是事先预告的 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先来预告。我说接下来的先不管，盘是一样震荡，但是我们还有没有？当然有，当然有啊。你有没有吃过北海鳕鱼香丝？欸有、哦，其实我很爱吃、欸、然后每次去 Costco 都买那最大包的，那个好刷出哦對對，可是很怕吃一次脸越来越大，哎、欸，我也咀嚼机会越来越大。飞海鳕鱼香丝，哇，这是哪一档股票嘞？讲、欸、完了。我再透露一点好了，对吗？我想说，老师，你说北海鳕鱼香丝，我们。你有打广告是一档股票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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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到我们今天血洗很强，对不对？哦、很强，血洗是创新高。嘿、hey ，我还不要敲啊！好好好。然后呢，其实今天有一个族群，像安泰克，嗯，也很强，是叮咚亮灯，没错。对，像维田，嗯，也很强，对，叮咚亮灯，亮灯涨停板。那血洗呢？3071今天是创新高。那我们北海鳕鱼香丝呢？同个族群，哇！天哪，股票都准备好了。我一直告诉大家、那个股票就在脑袋里面，是就在脑袋里面、而且你今天来妍希身边，我今天讲一个很直接的话，你今天来我身边，不是只想赚一只股票吧？当然没有啊，也不是只想这几天赚钱吧？当然不是啊。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。嗯、你听我节目这么久了，你听我哈，从去年讲 JPP 讲到现在，我不像别人哈，一天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 no, no. 每天讲不一样的，真的很累，没办法吸收啊。你也没那么多的资金吧？直接帮你聚焦了，对不对？我直接帮各位聚焦啊！我一直告诉大家，你今天要找的老师，你要找。股价有延续性的，我不敢说我每一档会成为长辈股、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我当时十二月在邀约的时候股价是低档，就譬如我今天北海鳕鱼香丝还很低啊、还很低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教过各位，不管在任何盘势，你是不是要有大赚一波的、重复一次哦，大赚一波的，你现在看到 JPP 是不是大赚一波？是的，这个是已经获利奔跑，没错，想赚多少由你决定啦、啊。是不是还要小豆苗？哎、欸，当然，我们要持续布局小豆苗、金鱼，我觉得是小豆苗啊。为什么？来比照 JPP 已经125个百分点，我金鱼才快30个百分点，你说是不是小豆苗？是的。哎，这是听起来是哦，这是去年的，这是去年赚的，有没有这个概念？有的，有的，有没有这个概念？有的，有的。黄金鱼是不是小豆苗？是小树苗啊，对呀。啊，3071写信告诉你，是不是小豆苗？小豆苗啊。然后，所以你任何盘势，我是不是都准备了？来，有大赚的，对，有大赚，还有小豆苗，慢慢的，没错。来，小豆苗在插秧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赶快把握？一定要登来温行逼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概念，所以你在股市才可以立于。不败之地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在甜心老师呢，在陆续在布局小树苗阶段的时候，低低的买，买在市场前，等涨到了大树神木级的标股，你会发现，老师，你个大波段的股票原来是这么的赚、原来这个大波段的股票长辈股也是从小树苗慢慢捏着、捏着、捏着茁壮到变成神木级的标股，所以现在这一档鳕鱼香丝，甚至呢，我们持续陆续布局小树苗的阶段的这个 timing 点，一定要把握住，一定要跟上脚步了。五月份感恩月就刚期的专案活动，给您加倍赚、加倍幸福、加倍获利活动最后一天，来点把握喽！节目最后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化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 ！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